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。我师傅说要教我开车，然后我就赶忙把我的这个驾证翻出来了。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驾驶证，但是我自从考下来驾证之后就再也没碰过车，所以我要抓住这回机会吧。我得去找我师傅教我开车。但是我这个驾驶证的皮儿不知道哪去了，就剩两张纸了。我师傅没在家吗？插的门。可能在没在家啊。师傅。师傅。师傅。在家吗？师傅。小蜜蜂，你怎么还插着门？干啥？你不教我开车吗？开车？对啊。你还真学啊？学呀，真学呀。你活干完了？干完了。这不是你们村人咋都这样呢？那能错过这个机会吗？那随口那么一说，完了你还……我可当真了啊。车新买的，旧的不学了。哎呦我去，有本没啊？你就学车？有啊，那能没有吗？带来了。哎呀，准备挺充分啊。不能让你找理由拒绝我。2014年，这家也老司机了吧？七年驾驶证是老司机了，但是没碰过车。你驾校出来就没碰过车？对。那我更不能教你了。你这是新车，刚买几个月，这不要那么抠好吗？这是活都干了，还差教车开车？哎，我发现你们村啊，真的啊，不能客气。这家伙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。来吧，人都来到门口了，还能退出去吗？这家伙还整个粘包了，走吧。话可不能随便说呀！我把车拾掇拾掇，你来了，真是。哎呦我去！我老会赶点儿了。你当时在家上学车学的是大车小车呀？小车呀，就是小车啊、小车票 C1。手挡的还是自动挡？手动的，那个时候全是手动的，没有自动的。考票的话。学完了以后出来都拿啥车练的呀？学完了以后出来就没练过车，没碰过车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放下驾驶证就没碰过车。这七年驾龄的新手啊。对，关键是我没有车，也没买车呀。那也没找个那个什么有那个陪练代驾，不是代驾陪练的那个。也有的朋友有车，但是人家也是新车，怕新手，我又是新手，你再给人碰了怎么办？其实也挺过意不去的，就没找。倒是也有找的，说练练车啥的，不想去，不想去。啊，挺有原则。行，你就做人嘛，就是有点原则。反正我也没有车，也不着急。我这师傅当的，哎呀。你反正你已经是师傅了，在也不差教。我是教你拍视频，教你剪辑的师傅。那这师傅能白教一回吗？哎呦我去，啥也得教。你还有啥不会的呀？你赶紧一次性说出来得了，你别积点一个。等我一会儿回家之后总结一下啊，我列个草稿，要不就忘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了你的草稿，我一迷惑就俩字儿，我也不会。啊、下次我教你这个车怎么操作。然后呢，咱们就先在这个小路上，你先试试，慢一点。别的东西呢，今天就先不教你，先让你熟悉熟悉车。这会儿时间也不短，你这干活呢嘛，是吧？先让你熟悉熟悉车，大家换换位置。安全带，记着啊，你不管是坐正。不管是坐主驾还是坐副驾，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扣安全带。而且说坦克300这个车啊，你不扣安全带，你很多功能用不了，比如说这个自动驻车、自动这个手刹，它就解除不了。
你就得手动，没有系安全带就得手动解除。嗯。挂档。挂哪个档？挂D档。现在我们是你要前进嘛，挂 D 档。嗯，怎么挂？捏着往后拉，拉到最后，你不是你脚底踩着刹车。嗯。啊。就踩下去吗？对，你就踩着就行，踩、嗯、啊，然后捏着左边那个往下拉，啊，松开。嗯。看这个绿的了吧？嗯。再低一点就行了，然后看前面。嗯，这个高度视线可以吗？行行啊，是吧、嗯、松了刹车，给油，轻点油门啊。好，行，我都没点他就走了。嗯，你轻点了肯定是点，不点他手刹解除不了。这个车是只要轻点油门手刹自动解除。走吧、嗯、开吧，别紧张，没事，师傅车不怕撞。我怕、嗯、这地方只要不把咱俩撞出个什么来就行。你现在可以缓缓的给油了。对，缓缓的给，嗯，根据速度可以稍微使点劲儿。嗯，你再跑主道上去了，下车。没事，你从这个前面的土道看了吗？往右拐、嗯、能拐过来吗？能、嗯、你就打方向，你不打方向就拐了。走，你知道到路口一定要四周都要观察一下。啊，观察不代表刹停车，接着走，就慢一点。开车啊，不用紧张。我害怕。没事，你就走走你的。啊。啊，走，松了刹车。嗯。慢慢开。啊，就是你比如现在前面路口。往下开啊。不，从这个土拐 啊，拐到这个土上。你现在这个还不熟悉这车子、嗯，还上不了路。你七年学会了，七年没摸车。嗯。嗯，拐走吧。然后往这个大路上拐，我再回去。嗯，你这个倒车镜，我你先停车。嗯，啊，停。刚才我忘了啊，倒车镜，你右边这个倒车镜，看这个前门把手是在什么位置？在这停车，停，停车时候要靠边，知道吧？嗯、我下去，完了你自己开，就开、啊。能行吗？你停好了，那有啥不行的？我在车上老紧张了，你在车下我更紧张。你紧张啥？你就开吧。我在车上老叨叨你紧张，你我不管你了，车给你了，你就按这个路线跑十圈。这啥师傅呀？不管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哎呀，真是。好像还好点，我师傅不在车上，我也没那么害怕了。好像我可以自由发挥吧。让他自己玩去吧，我在这歇会儿，呼吸呼吸这优美山谷的新鲜空气。哎呀，这家伙他还敢吵我，这啥徒弟啊，朋友们，这还向我示威呢啊，这家伙从我这儿过还盯我一下，吵我睡觉。这咋还停车了呢？有十圈了吗？你就停车啊？再来十圈。偷懒，我数着呢，刚八圈。练了二十圈，熟练一些没？好多了。啊、嗯，那行，往家开吧，上路。你不在车上，我感觉更好。要不然你下去。什么意思？自己开走，让我跑回去，这啥徒弟啊？我跟你说你是啥师傅呀？我，你刚教完我，然后你就下去了。我不是怕你紧张吗？
那我还没会呢。啊？你别看镜头，你看那个哪？我没看镜头，我看那个。啊，倒车镜是吧？啊。给油啊！我踩刹车呢，我还给油。我这不是第一回上手。嗯，没事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能直接上路。大家给点鼓励啊！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嗯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一会儿到蜂巢了，拐到蜂巢去。让你感受一下越野，往河里。不行，没事，我不行。没事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就是直接往河里开，给着油开。不，没事。No。那你就顺着那个路开吧。我说那个好道走。你顺着好道，你拐。我出不来了。不是，你拐弯都拐不过去，你就下去以后直接往河里开，给油就行了。你听我的，没事。我能拐这里啊？能拐进去吗？能拐进去。啊，我害怕。能不怕啥子怕？不行。拐，我让你拐你就拐，没事。刹车，刹车点住，对，回轮，这不下来了吗？啊，回轮回正了。对，凡事都有第一次。我太紧张了。没事，不紧张。我这新车我都不紧张了，你紧张啥呀？开吧。就得一开始就得训练你这种能力，知道吗？有个第一次，第二次就好了。这个师傅是不是也挺不着调的？你这也太大胆了，我觉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非得撞树是吧？前面右转下河。下去吗？下。这河水半米多深呢。这不半米没事。右转。这也不靠谱啊。下。给油上。看看左边，没事。给油上。正常开，给油。可以啊，第一把刚练车就练把越野。你我撞石头上了。没事，这轱辘撞石头上了。我撞什么了？刚才？就撞了，就压了个石头，不是撞。弹起来崩了一下，挡那个踏板，拐到停车场。嗯。拐到这小停车场。倒一把吧。你这现在这弯拐不下去了。倒是哪个嘞 ？R 是吧？